变向过人之后，徐云龙也不敢犯规。裁判，这个球进了！哎呀，正在回放着马祖拉刚才慢动作的回放，甩过来之后，杭州绿城把场上的比分就扳成了1-1的平局。来看一下发生的过程，头球顶了一个远角，在错过了之前角球进攻机会之后啊，杭州绿城这一次在禁区里面再次觅得良机，大黑将至，弥补了之前错过机会的这个小小的缺憾，把球顶进了球门。这一次甩头做得非常充分，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-1。